来，上面点回青的上点没？这几个拢可以头看甲尻川哦，这等下我来讲，烧番薯落去蒸甲脆落好啊。来，要食这只野生的回青的人，给唔免钱，免八百来钱，发到钱。这几只餐厅吹泡泡机几啊个啊？几啊个加几啊个偌济？三百块了。三百块，上面食回青的三百块。有人要食回青的无？三百了。 来三百块，来要食回青的三百块，三百块野生花肠。两个。这无钱包，搁低搁带油三百块，肉骨起起，肉骨去全部皮了我。三百块，哎呀，这海鱼啊嘞，我只要要送你啦，只要够你有啦，即马水果，你到底准备起啊？两个。我来讲，我只要卖你一百，你卖袂着啊？今仔日新客钱的人客，我只要够你，我只要卖你金价正海鱼啊，野生啊。大姐，全世界我拢有在钓起，只要够你来三百块咯，来三百块，来，迄个嘉欣。两个。 大哥，你要跟我行吗？大哥，你要跟我行吗？无？你要行我来讲哦。大哥，你啊，敢有处理好大碗，你食谁哦？两个。好贵耶！这沙发上面写野生花肠，这鱼要不要比包起来好食？我袂甲伊好笑。沙发哥要来无？沙发哥要食无？野生花肠啊，沙发哥。拢有啊吼！你有叫人家写什么姓好无？ 诶、欸，你哪一下摸彩券？你电话写姓，啥物林小姐，啥物黄小姐，还落啊？黄先生免写到遮好长，电话一定爱留安落啊！哦，你若电话叫人敲电去，甲伊问你地址，来，你莫买过几只回青的八五，上面一百有试试看看八五好卖个啦，八五好，有啥物细节无？八五，八五有啥物啊？无八五，八五好啊！八五好有啥物啊？无野生花肠八五，八五好有啥物啊？无最后两个俩，卖个留头前啊，来八五落啦，美女，别弄食啦。 真正好食来八点啦，几个小时，八个最后一个无啊。包括了，那这找啥个？第一个要三百是啊？我做这个有零钱吗？一百。这上面三百，第一个。我不要掉了。干啥？无啦，我讲第一个啦，伊第一个结钱，伊第一个结钱的啦。嗯，找好啊，啊你这客主话好好卖给你吃，来啦。 要皮个？来，蒜里头都等下先。来，海藻皮个好处理啊。来，我的猪脚你顶下买哦，注意者。我这叫韭菜鲜虾水饺，内底每一粒内底全部拢一只虾啊，若无虾啊，我替你试。韭菜是证明凊彩路边菜只买会到的，一包二十粒，一包二十粒。我来讲，一人给两盒汤，我甲恁请人家拜托者。 你要我甲你吹出来水饺才好嘛？十对，你学了，甲你会十只。来，这内底每一只内底头前你甲伊叫，每一只内底拢一只一只虾啊。这两个四十粒水饺，唔免一千，免八百，免五百，相信我一届三百咯。来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来三百块。来上面只韭菜鲜虾水饺，三百块咯，你咪要杀去。好，你去杀去啊！三百上面只，恁娘咪一个是讲好。 咱拢给这个较好的物件，恁遐来卖卖，恁这，我其实会当凊彩来找简单的来卖恁了。啊，我了要卖含咱无共啊。诶，沙巴哥要来无？拢有啊哈，到人要买一包四零，我一个试一下看卖百五，人要来无？一百五。好来，恁个有点啥物菜，我无甲你卖无？来，恁先讲要啥物，我拢无恁卖来，来啥物？腿排鸡㖏，啥物？铁路排骨鸡㖏，来恁卖来，我全部拢卖。 毛豆皮啊，别收了，还是白啊？好啊，哎，来，拢来，拢来。毛豆，来毛豆。我毛豆新卖，恁全部看我遮。毛豆上面啊，毛豆，我的毛豆好食无？美女，我的毛豆真正要求好食，不止好吃啊！新价钱的两百块了，好啦。一包两包，两包两包，三包两包，四包你买无五包啊，六包你啊，两百块啊，给恁大家吃，我的毛豆多好吃哦，收钱。 一包两包沙包啊，四包啊，来五包啊，来六包啊，两百块。到后面就毛豆哦，即卖人同齐，我甲恁介绍，我的年菜八道菜，搁加两道菜，拢是还搁加炒的，啊，三六八零。三六八。内底有十有三项物件，佛跳墙，迄个海鲜鱼翅根，狮子头拢是两包。你收到一箱满满满十三包，我今年要恁食做好的三六八零。你若有兴趣的，即个谷歌即个扫了，官网甲扫了啊。 来其他过来，啊！今仔买满1500，你只要今仔来买满1500，摸彩券下来，到店抽一台平常写报的，一台要到1万，一天抽一台，抽一个月，安尼了解无？安尼，毛豆够有人买来无？两百。
真喘啊！哎，恁家人马背过要试吃一百了，来，恁马背过要一百块试吃看，我的毛肚真正好吃。我的毛肚真的很好吃，一百块俩，一百块。一百块要吃毛肚，一百块。一百，头前。四个，毛肚一百。一百块，够人要吃毛肚哦，一百块俩。我的毛肚真正好吃啊，那边没人要吃毛肚。那边没有人要吃毛肚吗？我的毛肚非常非常好吃哦，这边好吃啊，你买一百块试试看看。我被你算一，你被算啥？算你啊！算你，好，我随便，一百拢有啊吼。来，要一百。过来。我知影要解换啊，一百够要来无？是的，收起。铁路排骨上店没？来，要吃铁路排骨，你两百一条，我得无？来，个介绍拢无啊？这排骨一袋两百，两袋两百，三袋两百，四袋两百，五袋两百，你先给钱，这两袋搁送你两百块。两个排骨两百块俩。过来换套餐，过来换意大利面哦，这拢恁点的哦，两百几个。两个。啊，几个？那个莫来。两个啊。好，我先讲。两百铁路排骨哦，这真正好吃，这汤啊，嫩啊，两百咯，铁路排骨。两个。来两百块，过来收。来这样就收了嘛。来两百，两百块。来铁路排骨最好吃，上面吃拢无啊，两百块。排骨这排骨真正有够嫩，有够香的哦，我袂解好吃哦。两百块，那只铁路排骨两百块。我两蚊。这个送你，这个最后我吃两百块，上面只铁路排骨，紧加加重呀。两百块够要吃无？两百，这个你，这个你两百块铁路排骨。两百块要吃排骨了，两百块。来收起。来上面只连贵鸡腿排。来，这拢无啊，你也袂钱啊，其他变来最后一收。来四个。啊，你免收啊，啊你无啊，你只要甲收钱，八百收台，拢无啊，你免我。全部免，啊做你钱啊，做了 OK 哦。无走啦，来一个啦！这鸡腿人我好食，是家买四文来四块五，来斤两三。你若要我，等下我告你，等下啦。八百嘛是啊，来斤两三四来五六，来七八，来两百块咯。来，我看这有够无好嘛？等下后壁搁一位左边的美女，一个你来问个咧，啊，一个搁一位敢收两百块无？你敢收两百块？好啊，来。来，来钱我来讲，这鸡吼，这两百，是吧？鸡不要，迄个这个这边四分嘞，这两百你搞收一个钱。来，来你个菜市你无钱，你看嘛。你咧平也无钓，最后一手。恁无买着原味的人，给你买一支一支来放，外国好食。啊？你一定要做好厝边哦，你含恁的厝边头尾一定要保持好关系哦，好厝边哦，安尼有清楚哦。来，有人要食泰式柠檬鸡腿的无？啊，都爱外面的这礼包，或者只有本钱加七十，要食免三百，免二啊，或两百，啥物事啊？两支鸡腿、三支鸡腿、四支鸡腿、五支哦哩，这三支鸡腿够哩，来这跟礼包还够好食两百咯。来两百块，要食鸡腿的无？来两百块，要食无？三四，来这三支够哩，两百块。来个人要食泰式柠檬鸡腿的无？两百块，要两百块。来三四，来五，来五，来六，来七八，来两百块，人要食鸡腿哦，两百块。最后一个人给两百块，上面两块。最后一个人给两百块，来六二零，七二零八二零，再一个人给两百块，上面两百块。最后一个人给来嘉义，嘉义那个全省啊，全省海产啊，嘉义最后一个全省海产海鱼啊。啊，哎，两百块回来了，我就回来，四百六八，两百块没有吃鸡腿哦，两百块最后一个结算的。来两百的无啊，无啊，三千拢无啊，来六，来八两百块，全部没有，全部没有，然后两百块。第一个咩相？第一个，市长吼，来市长来，来，哎，市长吼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第一个咩相？来，市长，市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今天已经有五个话题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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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拜托哦。意大利面上面吃，我到底他收不你，已经卖你莫回了，我再给过你了。来意大利面面吃，来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块意大利面上面吃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你钱我带里面上面烤面，我来帮一百块意大利面，一百块上面吃，一百块，拢有啊，来，到两百了。
来一摆，我这边开始讲。综合啦，综合，综合啦，综合啊，注意听我开始，莫讲话哦。综合三，来个啥？综合呀，综合三个啦，综合三个。来三个，来综合三个，综合三个，来。来个啥物口味？来个啥物口味？讲话，你啥物口味？我这边啊，超前啊。你啥物？我啥物？白酱。来白酱，再来听我讲话啦，莫讲话，听我讲话。来白酱上面啊，白酱是百块。综合的，综合的。要什么？要一个什么口味？来，搁一个。综合搁一百。综合来，我处理哦。来，综合两百。来，综合两百，来，我处理了，卖讲话，听我讲话哦。搁一个哦。综合两百，来，搁分享意大利面，我全部无要紧的啦。意大利面搁分享哦，意大利面全部没有了，意大利面。白酱有无？白酱有。我要两个啊。两百块，一百一百啊。一百一百是啊。来，白酱有。来白酱，来这种一百一百吧。来来，有阿叔。面那边都有。来意大利面，够有买来无？拢无啊。拢有啊，有我收起来啊。来，谢谢，来。